今天我们来拍一个在望市这个 Up Sun Hill 的一个崭新的新房，它的前宽是50尺。来，我们进来看。这个进来之后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道，然后它的顶应该是12尺顶。左手边是书房，来，很漂亮的实木地板。然后再往里走是这个，可以说是客厅吧。一个很大的客厅，加上这个书房，哦，不是 dining room。再往前面走，有一个在豪宅里面就属于这个叫，这个传菜室，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叫 pan，叫这个，这有一个很大的 closet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厨房。精美的厨房，大的抽油烟机，很大的岛台，然后这边是早餐厅和很大的 family room。这房子基本上有这个，应该有4000尺左右。然后这个是冰箱。看看它的后院，新房子后院不是特别的大，所以它的 fence 都没有围起来。但它那个地下室是 walkout。它有两个门可以走出去，未来如果做了 deck 就可以走出去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酒柜，这是一个很长的过道，一直到前面。我们看这边，这边是可以去到车库，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。这边是他的卫生间，一楼的。然后这边呢是这个衣柜，这是从车库进来可以把这个衣服放在这里，这里还可以放这个 laundry 就洗衣和干衣机。我们再去看看楼上。先看主卧，非常大的面积，放 king size 的都没有问题。这是很大的一个 closet。这个是他的这个卫生间，洗澡的，哦，两个效果，这个地面是可以加热的，两个这个水池，地面是可以加热的，然后我们再往前面走。
右手边一个很，就它每一个房间都有卫生间，就是很大的卫生间。衣柜，这里也是一个衣柜，这边有两个大房间，整体做的是已经很像这个 custom build 的这个意思，就是翻建的意思，翻建房的意思，可以属于基本上属于半 custom build。到另外一个房间，是卫生间，都有卫生间。好，我现在退回去。那我们再看一遍主卧。这房子叫价230万。土豪金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搭配色。现在我们下楼。非常的漂亮。这个大岛台非常酷炫，房子是坐南朝北，现在的光线依然很好，因为它整个都是窗户，它几乎没什么墙啊。这个是正餐，正餐 dining room，然后这边是 living 和这个study room 合在一起的。好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私下里联系我。今天就拍到这里。